不用等生日的，看到适合就买，哄他开心嘛。怎么样，领带漂不漂亮？艾玛会不会嫌颜色太沉呢？还是鲜色比较适合他？你张嘴艾玛，闭嘴艾玛。你跟他交往并不是很久，有必要全情投入吗？你真的想清楚他适合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态度变了？没有啊，以事论事，说说而已。他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合得来啊。但是你还很年轻，有很好的条件，你可以看清楚想清楚，不用为了他封死自己的后路啊。还不到二十岁，不妨慢慢看，过了25岁就由不得你看了。我怕看啊看得像你这样，30岁快到了，只会越看越担心。我认真的，死丫头。男人是这样吗？他可以外表一个样，里面另一个样。要是他存心想骗你，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啊，艾玛很好啊，那外形不错，里面还很细心。前阵子送了一份很有心思的礼物给我，庆祝我们认识周年纪念。我怕你当局者迷，你看清楚一点。不会啊，就算我不相信艾玛，也相信你啊。那艾玛是你介绍给我认识的，如果真是货不对版，一定找你算账。就因为我介绍艾玛给你认识，不用等生日的，看到适合就买，哄她开心嘛。怎么样，领带漂不漂亮？艾玛会不会嫌颜色太沉呢？还是鲜色比较适合她。你张嘴艾玛，闭嘴艾玛。你跟她交往并不是很久，有必要全情投入吗？你真的想清楚她适合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态度变了？没有啊，以事论事，说说而已。她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合得来啊。但是你还很年轻，有很好的条件，你可以看清楚想清楚，不用为了他封死自己的后路啊。还不到20岁，不妨慢慢看，过了25岁就由不得你看了。我怕看啊看得像你这样，30岁快到了，只会越看越担心。我认真的，死丫头。男人是这样吗？他可以外表一个样，里面另一个样。要是他存心想骗你，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啊，艾玛很好啊，那外形不错，里面还很细心。前阵子送了一份很有心思的礼物给我，庆祝我们认识周年纪念。我怕你当局者迷，你看清楚一点。不会啊，就算我不相信艾玛，也相信你啊。那艾玛是你介绍给我认识的，如果真是货不对版，一定找你算账。就因为我介绍艾玛给你认识，不用等生日的，看到适合就买，哄她开心嘛。怎么样，领带漂不漂亮？艾玛会不会嫌颜色太沉呢？还是鲜色比较适合他。你张嘴艾玛，闭嘴艾玛。你跟他交往并不是很久，有必要全情投入吗？你真的想清楚他适合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态度变了？没有啊，以事论事，说说而已。他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合得来啊。但是你还很年轻，有很好的条件，你可以看清楚想清楚，不用为了他封死自己的后路啊。还不到20岁，不妨慢慢看，过了25岁就由不得你看了。我怕看啊看得像你这样，30岁快到了，只会越看越担心。我认真的，死丫头。男人是这样吗？他可以外表一个样，里面另一个样。要是他存心想骗你，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啊，艾玛很好啊，那外形不错，里面还很细心。前阵子送了一份很有心思的礼物给我，庆祝我们认识周年纪念。我怕你当局者迷，你看清楚一点。不会啊，就算我不相信艾玛，也相信你啊。那艾玛是你介绍给我认识的，如果真是货不对版，一定找你算账。就因为我介绍艾玛给你认识，不用等生日的，看到适合就买，哄她开心嘛。怎么样，领带漂不漂亮？艾玛会不会嫌颜色太沉呢？还是鲜色比较适合她？你张嘴艾玛，闭嘴艾玛。你跟她交往并不是很久，有必要全情投入吗？你真的想清楚她适合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态度变了？没有啊，以事论事，说说而已。他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合得来啊。但是你还很年轻，有很好的条件，你可以看清楚想清楚，不用为了他封死自己的后路啊。还不到20岁，不妨慢慢看，过了25岁就由不得你看了。我怕看啊看得像你这样，30岁快到了，只会越看越担心。我认真的，死丫头。男人是这样吗？他可以外表一个样，里面另一个样。要是他存心想骗你，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啊，艾玛很好啊，那外形不错，里面还很细心。前阵子送了一份很有心思的礼物给我，庆祝我们认识周年纪念。我怕你当局者迷，你看清楚一点。不会啊，就算我不相信艾玛，也相信你啊。那艾玛是你介绍给我认识的，如果真是货不对版，一定找你算账。
就因为我介绍艾蒙给你认识，不用等生日的，看到适合就买，哄他开心嘛。怎么样，领带漂不漂亮？艾蒙会不会嫌颜色太沉呢？还是鲜色比较适合他？你张嘴艾蒙，闭嘴艾蒙。你跟他交往并不是很久，有必要全情投入吗？你真的想清楚他适合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态度变了？没有啊，以事论事，说说而已。他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合得来啊。但是你还很年轻，有很好的条件，你可以看清楚想清楚，不用为了他封死自己的后路啊。还不到二十岁，不妨慢慢看，过了25岁就由不得你看了。我怕看啊看得像你这样，30岁快到了，只会越看越担心。我认真的，死丫头。男人是这样吗？他可以外表一个样，里面另一个样。要是他存心想骗你，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啊，艾玛很好啊，那外形不错，里面还很细心。前阵子送了一份很有心思的礼物给我，庆祝我们认识周年纪念。我怕你当局者迷，你看清楚一点。不会啊，就算我不相信艾玛，也相信你呀。那艾玛是你介绍给我认识的，如果真是货不对版，一定找你算账。就因为我介绍艾玛给你认识，不用等生日的，看到适合就买，哄她开心嘛。怎么样，领带漂不漂亮？艾玛会不会嫌颜色太沉呢？还是鲜色比较适合她？你张嘴艾玛，闭嘴艾玛。你跟她交往并不是很久，有必要全情投入吗？你真的想清楚她适合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态度变了？没有啊，以事论事，说说而已。她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合得来啊。但是你还很年轻，有很好的条件，你可以看清楚想清楚，不用为了他封死自己的后路啊。还不到20岁，不妨慢慢看，过了25岁就由不得你看了。我怕看啊看得像你这样，30岁快到了，只会越看越担心。我认真的，死丫头。男人是这样吗？他可以外表一个样，里面另一个样。要是他存心想骗你，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啊，艾玛很好啊，那外形不错，里面还很细心。前阵子送了一份很有心思的礼物给我，庆祝我们认识周年纪念。我怕你当局者迷，你看清楚一点。不会啊，就算我不相信艾玛，也相信你呀。那艾玛是你介绍给我认识的，如果真是货不对版，一定找你算账。就因为我介绍艾玛给你认识，不用等生日的，看到适合就买，哄她开心嘛。怎么样，领带漂不漂亮？艾玛会不会嫌颜色太沉呢？还是鲜色比较适合他。你张嘴艾玛，闭嘴艾玛。你跟他交往并不是很久，有必要全情投入吗？你真的想清楚他适合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态度变了？没有啊，以事论事，说说而已。他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合得来啊。但是你还很年轻，有很好的条件，你可以看清楚想清楚，不用为了他封死自己的后路啊。还不到20岁，不妨慢慢看，过了25岁就由不得你看了。我怕看啊看得像你这样，30岁快到了，只会越看越担心。我认真的，死丫头。男人是这样吗？他可以外表一个样，里面另一个样。要是他存心想骗你，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啊，艾玛很好啊，那外形不错，里面还很细心。前阵子送了一份很有心思的礼物给我，庆祝我们认识周年纪念。我怕你当局者迷，你看清楚一点。不会啊，就算我不相信艾玛，也相信你呀。那艾玛是你介绍给我认识的，如果真是货不对版，一定找你算账。就因为我介绍艾玛给你认识，不用等生日的，看到适合就买，哄她开心嘛。怎么样，领带漂不漂亮？艾玛会不会嫌颜色太沉呢？还是鲜色比较适合她？你张嘴艾玛，闭嘴艾玛。你跟她交往并不是很久，有必要全情投入吗？你真的想清楚她适合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态度变了？没有啊，以事论事，说说而已。他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合得来啊。但是你还很年轻，有很好的条件，你可以看清楚想清楚，不用为了他封死自己的后路啊。还不到20岁，不妨慢慢看，过了25岁就由不得你看了。我怕看啊看得像你这样，30岁快到了，只会越看越担心。我认真的，死丫头。男人是这样吗？他可以外表一个样，里面另一个样。要是他存心想骗你，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啊，艾玛很好啊，那外形不错，里面还很细心。前阵子送了一份很有心思的礼物给我，庆祝我们认识周年纪念。我怕你当局者迷，你看清楚一点。不会啊，就算我不相信艾玛，也相信你呀。那艾玛是你介绍给我认识的，如果真是货不对版，一定找你算账。
就因为我介绍艾蒙给你认识，不用等生日的，看到适合就买，哄他开心嘛。怎么样，领带漂不漂亮？艾蒙会不会嫌颜色太沉呢？还是鲜色比较适合他？你张嘴艾蒙，闭嘴艾蒙。你跟他交往并不是很久，有必要全情投入吗？你真的想清楚他适合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态度变了？没有啊，以事论事，说说而已。他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合得来啊。但是你还很年轻，有很好的条件，你可以看清楚想清楚，不用为了他封死自己的后路啊。还不到20岁，不妨慢慢看，过了25岁就由不得你看了。我怕看啊看的像你这样，30岁快到了，只会越看越担心。我认真的，死丫头。男人是这样吗？他可以外表一个样，里面另一个样。要是他存心想骗你，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啊，艾玛很好啊，那外形不错，里面还很细心。前阵子送了一份很有心思的礼物给我，庆祝我们认识周年纪念。我怕你当局者迷，你看清楚一点。不会啊，就算我不相信艾玛，也相信你呀。那艾玛是你介绍给我认识的，如果真是货不对版，一定找你算账。就因为我介绍艾玛给你认识，不用等生日的，看到适合就买，哄她开心嘛。怎么样，领带漂不漂亮？艾玛会不会嫌颜色太沉呢？还是鲜色比较适合她。你张嘴艾玛，闭嘴艾玛。你跟她交往并不是很久，有必要全情投入吗？你真的想清楚她适合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态度变了？没有啊，以事论事，说说而已。她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合得来啊。但是你还很年轻，有很好的条件，你可以看清楚想清楚，不用为了他封死自己的后路啊。还不到20岁，不妨慢慢看，过了25岁就由不得你看了。我怕看啊看的像你这样，30岁快到了，只会越看越担心。我认真的，死丫头。男人是这样吗？他可以外表一个样，里面另一个样。要是他存心想骗你，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啊，艾玛很好啊，那外形不错，里面还很细心。前阵子送了一份很有心思的礼物给我，庆祝我们认识周年纪念。我怕你当局者迷，你看清楚一点。不会啊，就算我不相信艾玛，也相信你呀。那艾玛是你介绍给我认识的，如果真是货不对版，一定找你算账。就因为我介绍艾玛给你认识，不用等生日的，看到适合就买，哄她开心嘛。怎么样，领带漂不漂亮？艾玛会不会嫌颜色太沉呢？还是鲜色比较适合她。你张嘴艾玛，闭嘴艾玛。你跟他交往并不是很久，有必要全情投入吗？你真的想清楚他适合你吗？你怎么了？态度变了？没有啊，以事论事，说说而已。他对我很好，我们很合得来啊。但是你还很年轻，有很好的条件，你可以看清楚想清楚，不用为了他封死自己的后路啊。还不到20岁，不妨慢慢看，过了25岁就由不得你看了。我怕看啊看得像你这样，30岁快到了，只会越看越担心。我认真的，死丫头。男人是这样吗？他可以外表一个样，里面另一个样。要是他存心想骗你，你可能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啊，艾玛很好啊，那外形不错，里面还很细心。前阵子送了一份很有心思的礼物给我，庆祝我们认识周年纪念。我怕你当局者迷，你看清楚一点。不会啊，就算我不相信艾玛，也相信你呀。那艾玛是你介绍给我认识的，如果真是货不对版，一定找你算账。就因为我介绍艾玛给你认识。